有谁会搭武装直升机来救援啊？哇，好帅哦！这人好 man 哦！按 L 二 R 二 R 二。哇、哦，天哪、啊，混进拳击小霸王是不是？会不会用卢百斯卫理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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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超爽的啦，超爽的！空手打僵尸时候终于到了，是不是？等很久嘞、欸。哦，来来来，都是利友啊！修士修士，连续出拳，连续出拳。打得不要不要的，哇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，太强了啦这角色。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玩的是《恶灵古堡七：生化危机》的 DLC， 12月13号最新版本的黄金版剧情。好，今天呢就要玩这款游戏啦。Hello， 你们好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他之前在 DLC 的部分啊，我是没有买的，他有禁止播放的影片，这个剧情，然后还有杰克的55岁生日，还有医生绝命危机，然后今天呢上架是楼一的结局，这边会出现一个 Joy， 就是一个杰克的哥哥乔伊，贝克必须赤口空拳面对危机，并彻底了结家人所受的苦难。好，这个。就也是谁呢？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他是谁。主要这一次的章节啊，主要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出来了，就是这个阿伯。这阿伯看起来很厉害，并非英雄。结束集之后呢，就出现了新的危机。就 OK， 那我就要选第二个啊，第二个还没玩。好，我们准备要玩第二个，那就开始吧。好，很期待啊，因为我等很久了，我期待为割大家的期待，没有啦。好，我们就往看吧。哦，好像很刺激哦。好，我们点选普通就好了，应该是不会难到我玩不玩吧。Hello， 嗨，啊，因为现在很早啊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这个今天这个游戏呢，最后稍晚会重播，会在主频道重播，所以我才今天比较早直播。如果你现在看重播的朋友呢，我今天是在下午3点做直播的，对，今天比较早，所以你们现在看的是重播，对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啦，来新看看这个新的剧情吧，应该还是蛮刺激的、啊，因为网络上已经很多人都拍其他支的 DLC 的剧情了，所以我就不拍了，我就拍这个吧。哦，上一集的地方就楼一跟那个女主角，哎，楼一对楼一跟这个，他们两个吵架了，哎，我会选他，我会叫人来救你的。好，因为其他这个结局有两种结局，一个是好结局，坏结局。今天我选女主角的话是好结局啊，然后如果选了另外一个角色楼一的话，是会进入坏结局的章节。这个我就不方便透露里面的剧情是什么了，未来有机会我可能还是会玩玩看啊，就是再把这个补足。Hello， No， Evie， Please， 剧透的话会被 ban 掉哦，千万不要剧透，拜托。对，不管怎样，哦，他就这样子解冻了，是不是？楼阳被解冻了、欸，是吉不是姑，哈哈 ，OK， 你好。没有，这是旧的那个剧情，我稍微看一下。他有一个角色叫旧乔。哦，现在发现这个，这是在主线任务结束后的画面吧？你们到底做什么？哇，扁他们，直接扁这个，这么强，这些特种部队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被他们被这个角色扁？哦，好，我现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不过我们就一步步看吧。好 ，OK， 我们就来看一下剧情吧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会演什么，我也蛮期待。哇，罗伊这好正哦，这样子为什么觉得忽然间有 cosplay 的感觉？是个正妹啊！我们帮忙的，阿贝，冷静下来。我不相信你们这些家伙。有谁会搭武装直升机来救援啊？哇，好帅哦，这人好 man 哦，超 man 的。
I don't know. 搞这些道士都是怪物，哇，太帅了。Monsters running around here. Tell me,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? It's not what you think. You don't understand. I don't understand. 哇，超强哎、欸！来一把刀，看后面的女孩。我弟的女儿是我的侄女，哇！他被逮捕了，被他逮捕了，超强！哦，机上。哇，这个角色之前都没有出场过，从来没有出场过。哇，他死定了，死定了，要被杀了。他为什么把他头盔拿掉？我想看他长怎样。他们应该是搜查部队啊，在主线任务结束后发生的状况在这里。你至少快点想办法。外面现在还是都是怪物啊，黑色黑胶怪那些。哇，又被点。总之就在被扁就对了。他这也是一个利欧一，对，没错，是利欧一的版本剧情。利欧，楼一，主要这组织任务好像是楼一任务啊，就是楼一的一个任务。Roy， 好，这个住在湖泊的男人叫做 Joe， 乔啊，感觉很厉害。我现在是这个角色 Joe， OK， 那我们现在看他要做什么。这有个日志，今天看到那个根本不是鳄鱼，我们出门检查陷阱还以为一条上钩，拉起来鬼东西，长了巨大的牙齿和爪子，这臭怪物想咬我，黑胶怪，然后不过是被我揍了他一脸一拳，好强哦，他直接揍黑胶怪，用手揍黑胶怪，而且这个角色啊，我稍微看他的介绍，他可以空手打鳄鱼耶。这个角色，这个阿北，这个乔啊，可以空手打鳄鱼啊。楼以为救你了，哇，他身上这是什么、啊？我们这样仔细看，很像是晶体的感觉，又有像鳞片。哇，看起来是还蛮 cosplay， 有点像是什么仙子降临之类的。好，总之还像这样看还蛮美的啊。总之他们有化灰成什么粉末之类的，这样都应该还有救。这你看到一些调味粉。所以这个湖泊那边的男人，他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。这是什么？黑黑的，是黑胶怪头被他切下来，是不是？超猛的，超强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走他的任务。我先仔细看，因为其实这个游戏有非常多的细节，我们必须要了解。好，这个目前这部呢也没有攻略啊，所以。必须全部靠自己来。其实我平常也没有什么看攻略的、啊。好，可以有记录点，然后有些东西可以拿。我先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然后我身上现在有的是无敌拳头，铁拳男。听说这个拳头是非常厉害的、啊。Joey的那个求生指南，记录了怎么对抗那个沼泽怪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哦。我要怎么看？就一家找士兵拿解药，前往荒林里的老旧小屋。好，这是我现在的任务啊。现在应该先不用记录啊，因为现在记录应该也没有太大意义。好，一样是这个鬼地方。我把我声音开大声一点啊，好像比较有 feel。哇，这是什么鬼？被挂起来？这是练拳用的、欸。这让我想到《二零古堡》的六代、五代可以打僵尸。L 按 L 2 R 2 R 2，哦，天哪、啊，会变拳击小霸王是不是？会用卢百世卫理吗？哇，超爽的啦，超爽的，空手打僵尸时候终于到了是不是？等很久嘞、欸，哎呦，哇，无敌空拳，怎么没了？我刚刚不是要打到东西才有是不是？哦，打到才能够用连续出拳。我再试一下 ，L 二 R 二 R 二，哇，这拳头真的很猛哎、欸，猛爆了！我喜欢这个角色，哇，防御，拳击手的防御哎、欸，湖泊中的男人，拳击手防御，好，非常强壮，没问题啊 ，OK 啊，正好一根钓竿是不是？没事可以钓个鱼来吃，只是这边现在充满了怪物啊。好，等一下我相信可以赤手空拳把黑胶怪打得不要不要的，
哇，这是什么？幼虫？可以吃幼虫是不是？可以化学液体组合成治疗用物品，然后也可以直接食用。哦，不错哎，贝爷来了，《荒野求生》（Survival）。像我最近有看一个《荒野求生》的那个国外的一个，哎呦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就是国外一个节目啊，他有一个贝爷，他非常厉害，还可以用一支瑞士刀就在荒野中生存哦，非常强。哦，来来来，都是你哦！啊，修士，修士，连续出拳，连续出拳，打得不要不要的，哇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，太强了啦，这角色太 OP 了，太强了，哈哈，还在跑，还在跑，哇，超强哎、欸，哇，玩得好开心哦，我超喜欢这种角色的啦，之前的角色那个主角就被虐，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终于换我们虐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很凶是不是？啊啊！吃我左勾拳，右勾拳，昏倒了你！再来，你再来，给我去睡觉！轮摆式位移，轮摆式位移，哇，太强了！啊，还复活，还敢复活？你不给我装血？刺拳哎、欸，他这个其实有点像刺拳，速度非常快。哇，还那么多只哦！哇、wow! 哦、欸！我刚防御没防御到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忽然间被秒杀啊？我才按一下防御而已，自动死亡，蹲下刺拳，打你重要部位，啊？那你蛋疼一下，哎、欸，他有蛋吗？好像没有蛋，呵呵好强哦！天哪、啊，野兽型的一个角色啊，超强无敌拳哎、欸！好，我到时候要给他想一下新的一拳超人是不是？我忽然间觉得好帅哦，根本不需要武器啊，什么步枪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拿手枪打那个黑胶怪，打超久的。哇，用拳头破坏，变态啊！哇，靠！空气拳传人，空气拳传人。哇，这角色太酷了，我喜欢。拿一个人偶，收集人偶可以提升攻击力。看一下，好，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沼泽这个到底要写什么。我看他笔记写什么，身体很饿很硬，但头很软，打头就对了。快速出拳，集数越多越好。左右右右左左哦，右左右，搭配右拳搭配，然后重拳。哦、oh ，OK， 我大概知道他的那个，最后可以把怪物用头踩，把他头踩烂，蹲低趁怪物不注意就从后面靠近，就能轻松解决，不用正面交手。我靠，可以潜杀哎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。好，我喜欢这个角色，可以这样偷偷靠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潜杀对我来讲我最熟悉了，都不知道潜杀杀多少僵尸了。然后蚯蚓，我现在呢可以合成一些东西吧？哦，可以，喂，好厉害！他竟然是用小生物加化学液体合成成补血。好，我先吃一下补血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要习惯一下，就是格挡啊，就是这个攻击。哇，这有你们不觉得很酷吗？对吧？各位觉得很酷哦。哦，我忽然间觉得不怕黑夜了，这角色太强了，强到就是你觉得啊，来啊，谁要来？快都来！哦，这个士兵哦，拿到一型的一个，就是伊芙琳那个一型药吧，药物。哎呦，哎呦，流出什么东西啊 ？Jesus Christ！ 来，我来 K 他。哎。有东西会出现吗？哦，音乐换哦，音乐换哦，我觉得有东西要出来了。啊，这角色太强了，拳击手，干嘛干嘛？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啊啊啊啊啊！去睡觉。哦，重彩，再见。这个重彩让我想到谁，你知道吗？想到那个Leo 那个主角真的超强的，里奥，哎、欸，死了没啊？死透了吗？利用他的绝招，就是在玩二代的时候，他的重击就是直接踩头，把僵尸踩爆。干嘛干嘛啊？还吵打扰我？我老人家收休息，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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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很强是不是？很强是不是？啊、踩断的脚，很厉害是不是？我最痛恨你们这东西了。哇，太强了啊！这角色让人家玩得很爽啊！我终于等到黄金版，我等了很久哎、欸。DLC 就是12月13号今天上架，
就直接给他买下去了。哇，果然很爽快，之前被虐得不要不要的，今天终于报仇了。我之前你还记得我之前在玩上一次的时候，就是正常的剧情的时候，我一直说为什么主角那么弱，为什么不用拳头打僵尸干嘛的，真的有了欸，就是 Joy 这个角色。 OK， 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走。啊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，鳄鱼欸，怎么鳄鱼，鳄鱼欸，鳄鱼欸，好大只的鳄鱼哦，怎么多鳄鱼啊，好多鳄鱼哦，鳄鱼都翻肚了欸。这样我先存档一下哦，因为我不知道档里面发生什么剧情，我们现在存个档好了。Hello， 哇，你们现在叫有时间看直播，太感动了。OK， 现在看很多鳄鱼都是翻肚，我不知道什么状况啊，鱼也都在这里耶，表示这个河应该有问题。好，这边烧起来，我现在赶快进去救一下楼一了。我应该可以把它抱起来吧？哇，它身上长得真的很像鳞片。我现在拿的是一型的解药，就是对付伊芙琳那个解药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现在这样蛮美的，晶片人。现在我们可以说你是个玻璃心的女人，玻璃人，没有用欸，为什么？他这是特殊的症状是不是？哦，我这个不是完整的遗迹啊，它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没关系啊 ，OK 啊，交给这个角色是这么强。什么声音？他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他被抓走了，他被抓走了呀、啊！被什么抓走啊？等我一下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哇哇哇哇哇！又被丢出，又被丢回来了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好 ，OK， 继续。好，刚刚有一个士兵被抓出去，又被扔回来。哎，士兵到哪去了？现在这样子，我不用救火吗？我应该先把楼一抓抱出去吧。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哇哦，哇哦，这什么鬼？好像新的怪物出现了，哎，章鱼怪吗？我要走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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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快快快快，楼一，快快，我们赶快跑！我现在没办法用我的拳头打他、啊，等一下我再报仇啊！我先带楼一回家，不是回家，先逃跑。现在应该不能，真像恐怖片一样。可是这个男的强的像是恐怖片一样，超强角色。哇，这个角色我遇到之前上一集那个阿北的话，应该被打爆吧？头应该被打爆啊。OK，Don't worry，Let's go， 我们来救他一下。哇，连你韩文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讲什么？我想韩文是，哇哇哇，章鱼人是不是？好像章鱼人哦，很像那个，忘记《神鬼奇谭》里面一个章鱼人的脸哎。阿奈塞哦，阿奈塞哦，康萨米达，我只会讲这样而已。康萨米达 ，OK， 我们现在就去那个。我们现在有韩国的观众进来看了，可惜我看不懂他写什么，有人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？现在我看一个墙欸，这个墙是什么啊？把它围起来了，好高的墙。忘记关灯，这是帮什么翻？好，我看要这边靠岸了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地方楼一已经被放下来了。好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调整一下东西，很快，让他先跑一下剧情。哇哦，他把楼一抱起来了。OK， 我现在呢要把楼一给抱到前面去吧。你稍等我一下，我调整一下标题哦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，我调好了，因为我这边稍微把标题打上去，大家比较知道今天这一集是在干什么。OK， 好，你们等我一下下哦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我把标题那个内容加进去了，你们稍微可以知道说，我这个章节是要玩什么内容。
看一下有没有改好。OK， 应该好像没有加好，等一下再加好了，继续吧。是我要跟他说 I C O 吗？卡萨哈密达，卡萨哈密达，好像谢谢，我跟他说谢谢。好，交给你们了，交给小编组帮忙回复，谢谢。现在我要把楼一带到营地里面，哇，这是楼一的近超近距离，超近距离，楼一。哇哇哇哇！什么东西？鳄鱼哦，鳄鱼是不是？等下我现在怎么过去？闹路吗？走这里好了，可能不能走下面，这样可能会被鳄鱼吃掉吧。走这边可以吧？等一下不行是不是？他不给我走这里耶，我看起来走水里面不知道会不会被鳄鱼咬耶。我可以把楼一放下来吗？不行，我不能把楼一放下来，我靠旁边走好了。好，下面我靠旁边走耶。鳄鱼出来应该被阿北打死哦！超强拳击手哦，前面有只鳄鱼，哦，他过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别想咬我、啊，超鳄鱼完蛋，你等下死定了。哦，这里有张椅子，应该是把放椅子上吧？好、啊，我去料理那只鳄鱼哈，贝爷来料理一下晚餐，晚餐就吃鳄鱼了。我记得贝有干掉只鳄鱼过，他有一集有干掉鳄鱼。这里是不是？来啊，鳄鱼！来啊，嚣张是不是？起来啊，跳一下啊！在哪里？鳄鱼嘞？鳄鱼嘞？鳄鱼很凶是不是？哇哇哇哇，好凶好凶，真的好凶！我被咬了！哇，我被咬了，好痛哦！完了，我输给鳄鱼了，屈屈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鳄鱼偷袭啊，不公，太公平了啊！对，我是国家那个地理频道的，我们再一次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鳄鱼忽然间偷袭我？我现在等一下防御看看好了。我记得这个角色可以扁鳄鱼啊，他那个 DLC 的游戏有介绍。在哪里？等他出来吗？来啊，出来啊！我想练拳。哇哇哇哇，不行哎、欸，他攻击好快哦，他攻击好快哦。哈哈，狙狙，这个优这鳄鱼不简单啊、哦！这鳄鱼可能也是鳄鱼界的头头、哦。我再试一次，我再试最后一次，我就相信不行。我或许要先防御，哎，因为它攻击速度有点快。还是这鳄鱼受感染的鳄鱼啊 ？Lacoste，Lacoste， 鳄鱼牌 ，Lacoste，Come on， 来呀、啊！哇，他来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来，还是我等他上来一点，我在水里面有点不利。他攻击速度很快，哎，他不出现了，他会怕是不是？我也会怕。他来了，哇，这只看起来很凶哎，来啊，上来啊，上岸啊，哇，好凶啊，好凶哦、啊，从后面偷袭。我同意。哇！防御无效，防御无效。好，这是打不赢啊，这是打不赢啊，防御不效哎、欸，我刚好防御了。啊！好，这只是打不赢的哦、啊，我现在目前看是打不赢的。他问我要不要降低难易度，因为死三次。好了，我就这样测一下鳄鱼会不会打死。好 ，OK， 我们认真啊，现在这边这只鳄鱼是打不赢啊，我刚刚试了这防御也挡不住了，因为。二零古堡七生化危机来讲，它的防御键是有点超级无敌的防御的一个技能，这只应该可以轻松打绝。嘿，浅杀哎，浅杀，浅杀是什么？哪有浅杀、啊？还不是要锤它？有浅杀吗？我感觉没有。有浅杀吗？别再爬起来啊！哇，超强赤手空拳男人！我现在也开始想这个标题要写什么？重拳出击吗？来，大家帮我想一下我们的标题要写什么，你们觉得比较适合？我可以潜击，慢慢走。潜击哎，我有，有没有很熟悉？他看不到我，他看不到我。为什么我们之前不能够潜击，现在可以潜击？哦，潜击来了！
哇，太强了啦！天哪、啊，哇，发哥，这真的是秒杀技耶！哇，秒杀技又拿到幼虫了。我现在觉得最强是鳄鱼啊，鳄鱼现在打不赢，可恶！我们后面说不定可以打赢哦。这有一只，不要看它左边有没有，左边没有，剪辑耶！哇，太帅了！哇，超爽的啦！打爆你的头，你这个臭猪脑袋！好，我们刚刚把他猪脑袋打爆了，你看下面有没有 ？Hello， 这个角色真的太强了，强到我觉得这个游戏会大卖，这个黄金版会大卖，真的。因为这个之前都被虐啊，现在终于换我们虐这些怪物了。之前打好久，武器有武器嘞，头直长毛，忽然间会觉得玩另外一款游戏是不是？哇！好强，连一把毛都用的比医生还强哎！医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医生只是人类啊，这个是，这已经不是人类了，这个人已经不是人类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叫什么？重拳出击！哇，什么小木门啊？能挡住老爷子的道路啊？在我眼前全部都是瓦楞啊，对我来讲都是小瓦片。好，我先存个档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我们继续往后下走。这个玩起来就会觉得拳击人偶哎，一直收集拳击人偶。人家收集巫毒娃娃，我们是收集拳击人偶。好，我们现在下来了，完全不怕他们。这边看起来是一个营地，就是之前可能军队有驻扎过这边，然后留下一些可能就是一型。早上到处都是失恋霉菌。当他碰到新的生物体会不断的突变，不能让我们储存药物破在外面。他们把东西移到气船上面了，所以不在这边。很好，这边东西都移走了，都移到那个气船上面。我们去找一下气船在哪里。哼，什么东西？哇哇，这个。哇，这个有点壮哎、欸，这个我打得赢吗？这个我打赢吗？这个我打赢吗？先等你出招，先等你出招。哇，两招，两下的，来来来来来来练拳练，我就嫌没有敌人可以跟我打，啊，派你们最强来，派你们最强来，派你们最强来，出两招哦，三招三招。哦呦，你好像蛮强壮哦，啊哈、啊，吃我铁拳呐、啊，贴我，吃老爷子铁拳，啊，后退，你后退什么？后退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挡住，我挡住，哇哇哇哇，拳击游戏哦，现在什么游戏啊？拳击游戏是不是？哈哈，上勾拳，上勾拳，哈哈哈。你再也出不了我们，哇，超强角色啊！我从来没玩过那么强的角色，哇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我先补个血好了。那个胡须怪也被我干掉了，胡须怪，对啊，超像神鬼奇侠那个章鱼那个是，哎、欸，就是有一个船长那个鬼道船那个船长，又来又来。又来，无敌上勾拳，重拳出击。我往后晃，往后他打不到我，比较不会损血。哇，哎，我掉下来了，我掉下来了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啊靠，这会不会有鳄鱼啊？我先过来一点好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掉到下面来了。哎，他不过来了、欸，可恶，小鼠仔，小鼠仔过来啊！哎，我上不去了，我上不去了。可恶，不要跑走是不是？来啊，单挑啊，跑掉了，我上不去哎、欸，可恶，哎、欸，就这样掉下来跑不上不去哎、欸，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放他一条生路好了，反正也不是我对手。小龙虾，天哪、啊，这个是森林逍遥游吗？哦，真的有东西哎、欸，是什么？从另外一边锁住了。现在刚已经从这边医药间过来这里了吧，船屋在前面。
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掉到这边来了。好吧，那这怪物应该是不会去骚扰柔一啊。哎呀，按错了，操塞，算了，没关系啦。哎，因为我在找那个按键，没关系，老爷子很强。这边先不要存档好了，因为我等一下我刚刚不小心把那个用掉了，死掉的话就可以再拿回来。哇，吃幼虫，吃小龙虾，哎，真的是贝爷的生活哎。哦，看来是用这个射鳄鱼吧？哇，刚刚鳄鱼真的是很嚣张，射爆你！秒杀鳄鱼，这男的背力已经跟那个鲁夫的爷爷一样了。有没有看过鲁夫的爷爷是拿，人家是用射炮弹哦，鲁夫的爷爷是拿炮弹起来丢、哦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哦，凶是不是？糟了，没有毛了，没有毛了，我的毛用完了。我是可以把鳄鱼尾巴抓起来，然后当武器啊。我忽然想到他是鲁夫的爷爷，感觉哦，这里是木马，我要赶紧拿。哎，那只是活在死啊，先留着好了。那只不管他。哎，这是该干嘛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过去被他打。他在凶什么？滚回水里！呵呵，坚持鳄鱼汤。这鳄鱼也被感染，你们仔细看，他鳄鱼那个鳄鱼身上是有一颗类似毒瘤的东西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哇，不行啊，打不赢啊，可恶！还是得用木矛打哎、欸，可那木矛射都拿不回来了。天啊，这游戏鳄鱼最强哎、欸，鳄鱼比怪物还强。那个怪物根本被电假的。哇，这张照片好漂亮哦、喔，是柔一那个。好，太好了，我补血拿回来了。OK，我补血拿回来了。这里我可能要先准备武器哎、欸。再拿一次小龙虾跟这个，好，我先存个档，因为不然等会一直拿这两样东西。哎，又拿到一个拳击手套。鳄鱼真的太强了。好 ，OK。现在呢，我看一下钓竿，它那个木毛有点少哎，有可能，尽可能不要使用它比较好。这边有两只木毛，我可以拿两只在身上吗？可以，所以我要躲过这鳄鱼。哇，可是这只看起来就是会攻击我哎！我从旁边走，他应该不会发现我吧？哇，你这样可以抓到我，很凶哎！可恶，臭鳄鱼！哇，我的肚子，我的十二指肠又再次崩裂了。哇，这个鳄鱼真的很强哎！你心好累，牛奶不在，为什么？牛奶应该在上课吧？你别累了，你别累了，你心好累，那是牛奶常讲的slogan 呢。牛奶常会说：“我心好累啊。”他上次那天打那个传说都有快笑死。好，我继续这边，这次看起来是一定要解决掉啊！我空拳不行，请你去死吧！可是我这毛不拿回来，给我拿回来，拿不回来。射掉就没了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！哎呦哎呦，我拿那只赶快走好了，这只可以不用打，能不打就不打。哎呦，别过来别过来，这前面有一只很烦。哦，这只要打，会遇到一定要打。哦，这边有难易度哦。哦，前面我再一次我就死定了啊，没有木毛啦。哦 ，fuck， 别要，这样也死，要我 PPS 哦。是怎样？你要我 PPS？ 好，这边应该有一个攻略啊，我试一下。没关系啊，那个英文话先不用回，没关系。那他那个，哎、欸，哦，开始走了，开始，我刚才我还没开始。哇，这边不好打哎、欸，因为我木矛数量是有限的，这次避不开，我就一定要射他、啊。还是可以，真的可以用空拳打，等下试试看好了，或许可以用空拳打，因为现在有防御键，或许可以用。可是防御得了吗？鳄鱼咬住，哇，你看什么防御啊？防御不了，这鳄鱼跟陷阱一样多哎、欸。双拳难敌鳄鱼嘴。
好，我试一下有没有什么攻略。这时候我们就要测攻略。好，我现在试的就是要闹过他们这些鳄鱼啊，这鳄鱼有点烦。阿北打不赢鳄鱼，这些躲不开的就要杀他，很烦。我先试试看可不可以闹过第二只，这只闹过吗？好像可以哦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尽量闹过鳄鱼吧。有一只游过来了，闹不过就是一定要给他死了。好像我还有机会，他真有攻略啊！你就是稍微躲开鳄鱼的攻击啊。等一下正好还有一只，另外一只了。哦，这只好像可以不用打欸，因为它的位置它会游泳。等一下，这只会不会咬我、啊？我刚刚那只好像可以不用射。哇，它这位置我走后面它。走前面跟走后面呢，烦呢，哎呦，不要看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哎，我和平相处啦，走开啦，不要咬我，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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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是攻略啊，如果卡关了记得看这一集啊，过关了过关了，轻松过关，因为它的那个毛是不够的啊，如果每次都要设是不可能够用的，它是故意设定一个让你可能会卡关的环节。不该用木毛，没有啊，木毛还是要用哦。刚刚正中间那很窄的，你不用你就死定了。你们到时候可以自己玩玩看啊，它的空间很窄啊，你可以仔细看它的空间。然后有些游过去的，它往左边游，你往右边走或靠边边就不会咬到你了。所以它这个环节还是要你使用木毛跟不用都可以自己选择，只是不用的话可能会被咬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。好，最强阿北现在目前只怕鳄鱼而已，废金属。然后废金属了，难道我是疯狂麦斯吗？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闸门。好，这边上面看起来是什么东西啊？操作室哦，这要存档。存档表示后面应该什么会死掉的东西要出现了。你游戏设定都是这样子。哦，有什么声音？关起来的声音，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可以拿，好像没有。这也蛮适合半夜玩的，我之后可能直播会在半夜啊。如果大家想看我直播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晚一点的时间吧。这一集会在晚上6点的时候会重播，会在主频道。所以如果没有看到前面的朋友，记得再看一下主频道的重播。主频道是那个 Lonate。有时候念错，哦呦，真是变不一样哦。这个是咸蛋超人里面的角色吧？那我先后退一点，我先观察他干嘛？我先防御好了。对，先防御，先看一下他攻击是几段啊？哦呦，刺刺的、欸，哦呦，小蝴蝶啊，小蝴蝶，你以为是克里希啊？小蝴蝶，小蝴蝶，你不可爱。你是黑蝴蝶，我倒去了，我还是会痛，还是会痛。你会流血吗？哇，怎么飞那么远？你会流血吗？哇，这只比较凶一点，这长得有点像蝴蝶，可是也是这种变异体啊。好，我现在应该继续往下走。刚刚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？好像是同样的楼梯耶。我先看一下那边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好了 ，double check 一下。那有个楼梯，可是我走过去吗？好像不行，是不是？这有个楼梯。哦，有东西、欸，果然有东西要拿。好，我走回来，不然我就不能加我的攻击力了。好，那一条是不能走路啊。我现在整个路上努力的收集全集人偶，可以增加我的攻击力。没东西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就。往楼下走吧。韩国的朋友吗？没关系，我还会讲一点点韩文啊。OK 啦。扛上哈密达。好，来生哟。
哦，蜈蚣，蜈蚣也吃哎，这个男人什么都吃啊，这个阿伯，永健阿伯，哎呦，玩这个角色完全不怕哎，之前玩医生是很怕死掉啊，然后拿到步枪后我就比较不怕这些家伙了，干嘛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啊啊？做什么？哇、哦！叫老大来了，叫你老大来了，这次比较凶一点。啊！哦呦，防御防御，打头打头就对了，打头就对了，打架就要打头，哇哇哇！反击踹他头，哎呦，我练拳击的啦，哥是练拳击的，哥是练拳击的，咸鱼睡觉啦，哇，我防御到还是会损血。完全不用拿什么刀之类的东西啊！哈，这是什么木棍哦？我拿到一个什么废金属小生物？哦，猴子用长毛可以自己做哎、欸。这个是用树枝哦，我刚拿到树枝，所以可以做跟废金属组合。哇，太强了吧！定时炸弹可以用了，可是定时炸弹，好吧，先做一个，哎、欸，做不能做，好，先不能做，我现在先。哦，先回血好了。等一下应该可以再拿到补血吧？我先看一下。OK， 先这边有什么东西啊？有点大。解药在里面。又来了，四脚怪来了，到角落来。哇，打好远哦你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这四脚怪怎么强啊？四脚怪太强了吧！超远欸，啊，很好，这只角色，这个四角怪可能就要远一点再打，啊，重来了 ，what the， 好吧，可恶的四角怪，这个拳击手可能要重拿，但我是要打完那只以后是要再回来存档啊，该不要重新打蝴蝶吧？啊，我有木毛啊，太好了。先做那个木矛，等一下四角怪用木矛打好了，然后再用夺命拳击手的方式打。他来了，来来来，练拳哦。我在你后面。OK， 这是损比较少血了，有稍微抓到那个节奏了，有一个 timing 要抓到。这边好像有东西可以拿。蜈蚣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先存个档好了，不然这样我会一直从死掉很麻烦。这边还有两只。浅沙好了，还有浅沙，有，浅沙这一只，尽量浅沙，浅沙要蹲下来，三倍输出，他应该不会混转头吧？哎、欸，别转头，我扭你头，你别转头，我就扭你的头，哇，老大来了。打飞，好 ，OK。等一下要小心，等一下四角怪要出来了。四角怪我用那个，我用射的好了，一次给他死，不然等一下要被他咬死了。这是有东西可以拿，连续右拳，先是剪刀，再来是布，最后是拳头，小杰的招式。哇哇哇！他在干嘛？看一下，这有两只。我忽然间觉得在玩攻略啊，在打地堡是不是？现在都有两只哎，那只这只不知道可不可以偷袭、欸？可是我这样直走过去，不就被他发现了吗？
欸，这两只不行啊，这样 我打死一只，另外就会发现，可以偷袭吗？不行，偷袭，那你就去死吧。哦呦，我先后退，先后退，两只一起的话，这样比较危险一点。好啊，来啊，现在是要挑战拳王啊，你啊，你先来是不是？小朋友后面躺着，哎、欸，我防御，我防御，啊，刚刚也没防御，哎、欸、耶、欸，来挑战今日拳王啊，哎，准备好断脚吗？有没有断脚觉悟吗？还起来，还起来，叫你不要起来，就叫你不要起来，叫你不要起来，躺好啊。哎呦，手有点痛。哇，等一下那条路我先要不要去存档？哼，等于很多，还很多只哎、欸。因为我现在玩的是普通版，它的难易度稍微是比较正常的。哇，我还是会损血哦、啊。等一下，如果真的打不赢，我就要拿木矛出来了。现在没补血了，而且这边很暗。应该很多东西要拿。哇哇哇哇！他发现我了吗？他发现我了。What the？ 我先哦，废铁，废铁，是。我先去存档一下好了，不然等一下会一直轮回。现在玩这个模式还是蛮容易死掉的啊。主角并不是完全无敌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哪里啊？糟糕，我迷路了，我迷路了。哦，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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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，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，先存档比较安全。等一下，这是哪里啊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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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这里吧？哇，迷路哎、欸，会迷路哎、欸，真的会迷路。还有，我要记得回家的路线。现在先补个血，不是，先去做存档动作。他这个章节就是，你如果刚刚死掉的话，他会。一直 repeat 从这个存点开始，刚刚死掉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，存档后就不用怕了。我现在两只木矛可以使用。OK， 两只木矛，最重要的是要防御到啊，防御到的话，损血通常可能会损三分之一的血而已。好，这个是视角怪，先打好了。欸，偷袭他，可以偷袭他，这是可以偷袭。潜杀，欸欸欸，爆头，好 ，OK， 很好，非常疗愈。哦，有补血了，我可以做一个补血。我要看，注意看角落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，因为它其实藏很多东西在一些角落。哇哦，要下去下面，我这样等于是绕一圈了。好，是走这边，这边下楼。所以刚才是不杀，应该也没关系啊。不过是浅杀，所以我没有耗任何东西。有东西可以拿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们要下楼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地道哎、欸，哦，地道没有东西。拿到废铁，这晚上玩家是比较不恐怖哦，因为角色的能力值还蛮强的。通常你玩一个游戏，你会觉得很恐怖，是因为角色能力值太弱，很容易死掉，你就会觉得你会开始有恐惧感。他发现我嘞，好吧，其实我不想这样对你。不过你还是得死。哦，他老大来了，他老大来了，后退！哇哦，哇哦，谁从后面扒我？我从楼梯上优势好了。会来吧？过来吗？老大来了，两只一起哎！等一下，两只一起不太妙，先杀一只好了。哦呦，哎呦！哇，你身上插一只这么大的毛，你还不会死啊？哦，我的防护装备掉了。
哇，不过真的蛮强壮的，不太好打。哇，好啊，这边的角色都是非常强的，治愈能力很强。我要赶快收集一些木毛，下面有个洞，下去看看好了。好，有东西可以拿吗？有，哇、哦，拳击手在这里，嗨，到底是谁把这东西放在这里啊？嗨，冠军人偶，增加攻击力，后面我会越来越强壮。好，我应该可以再做一只毛吧。OK， 目前看到就是有三种怪，蝴蝶怪、胡须怪跟那个一般的黑胶怪。哦，这有东西吗？糟，我是迷路啊！后面那边我看一下有没有走到。这有楼梯，这楼梯刚刚楼梯，所以我绕了一圈。好，真直走好了。哦，有，这有个门，等一下。有一只躲在这边，偷袭他。啊，被他发现了。哦呦。这还不晕，这样还不晕。好，很好。他有些也不能偷袭，我刚刚想说偷袭他，结果他没有出现偷袭的按键，那个 R2 键没有出现。好，这边该收过吧，没有东西可以拿吧。好，看起来是没有东西可以拿。后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好，现在应该是要爬上去。等一下，这有什么声音？这可以开吗？不能开。好，破坏这个门。哇，他的拳要拳风哎，拳风都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输入什么？好，读取中，制造药剂，坏掉了！你这样敲歌会坏啊！别这样，太粗鲁了啦！电视不是敲右上角就会好啊？哦，制作出来了，使用暴力！哦，完了！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会这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轨道团的团长。不是鬼道船长，好，不是幽灵船船长。哎呦，好高好高，我现在动不了。我都还没存档哎，糟糕，我刚刚是应该先存档，我好像有点错了，糟了，我刚没存档是不是？我刚刚没存档。好家伙，等一下。哇！完了！我没存档，我死定！怎样？很凶！哇！四段攻击！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先拿补血。哇！他怎么变高了？是我太矮，他太高。来啊，像男子汉的对决。来，老师快死了。哦哟，哇哦，躲开了。臭大只啊，你大只就很强啊，哇，真的蛮强的。哇，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哇，摔跤选手。你是摔跤选手是吗？啊，摔跤选手！哇，这是摔跤选手哎！哦呦，别打，打不到！摔跤选手，你以为摔跤选手？可恶！哇哇！
哇哇哇哇！摔技摔技摔技！哇、哦，头锤，头锤技耶！哇，哈哈，哇，头锤是不是？头很硬啊，连续刺前期，头不是很硬，哎、啊，头不是很硬，来啊！头很硬是，来来来 ，B B T B B T， 摔角血史终结技，还没完哦，我还有毛可以射他、欸，射死你！哇，插毛都没事哎、欸，等我先补个血好了。哇哇，没打到，没打到我，你就完蛋你！哇哇哇哇哇！飞扑攻击，你插一根毛，你还不会痛？你会不会流血？会不会流血？你会流血的！哇哇哇哇！最后的反扑是不是？你输了、啊、你！哇哇哇！哇，好几段啊！哇，躲开躲开躲开！哇，这拳击赛是不是？哇哇哇哇哇哇！我有点危险危险！吃虫吃虫吃虫，跟你打！哇靠，很强哎、欸！怎么打那么久啊？没死！我都插木毛在你身上！哇，你再不死我就要死了！最后一集终结技，拔头啦！你的头还有点硬啊，死吧！好强哦，超强啊！我刚没存档哎，我原来我死掉重来哎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一次解决他 ，KO KO， 超强阿贝。怎样？不要又来哦，不会有下一只吧？哇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没血了，糟糕，我没血了，我能吃虫子吗？吃小生物，先吃这只，嗯，有点好吃哦，哎呀，须须有点多，嗯，哎呦，还有补血啊，可外一个补血，我干嘛吃那个蜈蚣、欸？哎，吃一只蜈蚣，那东西可以拿、啊，哇，一次打赢真的是太刺激了，走哪里啊？等一下这两个这边是不能走的吧？我刚把他头丢过去了，嗯，不够，蜈蚣脆脆软软的。我现在在货艇下面，我不会有鳄鱼吧？我不想死哎、欸，死掉我要重来了。哎、欸，还有吗？我今天可能会玩到大概四点左右、哦，所以呢，大概直播一个小时啊。我今天三点准时开的。下一集的话呢，我会再另外跟大家讲时间。我应该走到这边吧，到记录点。哇，真的是超强阿北，太强了！我、哦、解开这个锁了，我、哦、回来了，耶、yeah! ！找到楼一嘞，我来看看是不是已经破关了，先存档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给那个楼一一型解药。亲爱的楼一，我回来了，冰晶仙子楼一。屁啦！什么鬼？最好都这样啦！这是什么鬼？靠！鬼道传说是不是？为什么现在觉得在玩《神鬼奇航》啊？《神鬼奇航》的剧情哎、欸，《神鬼奇航》好吧，先这个章节先玩到这里了。我的楼一从这沙发上这样消失，就这样被抓走了。希望下一集我可以把他救回来啊！下一集又一个英雄救美的剧情来了。我要回去救我的子女。下一集，今天这期直播呢就播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下一集直播呢，我会在另外时间在 Top Game 做直播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订阅我的 Top Game 的话，记得订阅 Top Game， 在影片的下方呢有连结。再来就是主频道的部分，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还没有打开通知的话，记得主频道要打开通知跟订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哦，拜拜。So